你看咱这个镇子变化大吗？人也少了，好多地方都没了。这镇子让我连一千走啊，狗都留这儿了。二郎，一姐呀，是我们这儿的命人，劳过命安，逐过节约。镇上肯定是矛盾，我快给你报上来。南阳东山三桥为主城，一人命令我留在这里，走，你们仔细的考虑清楚。哎。 只要他上矿泉饼，必死无疑。咱帮他这条血狗一条，到时候他还活着，那就没有矿泉饼，你也就安全了。这狗我养了，啥臭东西？老板十年富贷还不能自己养？十年了，你就给我放命。开始针尖找，王伦敦。 我至此的名，就至这些。